弟弟，好嘞。然后第二个叫土豆。然后我旁边这位叫马少。他是来自东南部的。他的英语阶层叫拉萨洞。你们现在已经开挑了，太夸了吧？给克制一下啦！哎嘿，才刚刚讲到就这么嗨的，啊！还有我们辛苦的乐手，小提琴手张黎，大提琴手郑月，然后贝斯阿丽，三面。你们都是看长相的，别说一点吧。啊，没有看。还有一个。没有，好啊，等一下让拍照的时候给你们看嘛，好。好好好。还有那一个啊。对啊。鼓手，我等下下半场再啊，鼓手啊，杨敏。哈哈下半场就讲。我今天真的是大鞭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八颗，我比苏巴利还要多人，好多人呢，也是这么小的，第一次带这么大的鞭子出去表演，也是蛮难做的。以前都一个人单打独斗，而且这么大，然后还要穿很漂亮哦，很狼狈，然后上台，哎呀，要回来不？都不闲了，好唱歌啊，我唱中文好不好？就先让你们习惯，因为刚一下子唱太多母语了，有些朋友不太适应。第一次听我唱的曲子吗？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为什么你们要？你们怎么那样？外面下雨吗？进来躲雨了。哎、欸，这很好奇，这是为什么你会来这样？然后没关系，反正这也不是我表演的常态。那、啊、今天表演都以后都会变经典。啊，唱一首歌，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蔡依林。什么歌？我要唱这首歌，舞娘。